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，对血管壁造成的压力值持续高于正常的现象，可能会导致冠心病、脑卒中等疾病发生，也被称为无声的杀手。一般情况下，非同日三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，或舒张压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时，即可确诊为高血压。